来，掌声有请。全程热烈。来，那个你看都下来了。那姑娘说，那个人家是东旭发起的这个倡议是吧？想要练练瑜伽。对啊，练练。练练哈、啊，那就是这样吧。那你就教大家一个动作吧。看看这几个小伙有没有学这个瑜伽的，看一下他们的平衡的能力吧。对对对，潜质、啊、有没有这方面的潜质？就一个很简单的体式，叫做鸟王式。手的位置，我们手向前，将我们的重心放到你的右脚上。左膝右胫练练。然后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掌心相合，让双手拇指冲向自己的面部。对，其余的手指向上，大拇指冲着自己的脸，大拇指冲着自己的脸。五个人五种风格啊，中间这个最突出啊，来。你会练瑜伽？哎呀，我这个乖乖呀！你先伸直，因为这样显得咱们更矮。把你的骨盆往前转，中间那位男士，骨盆就是胯骨啊。然后我们屈左膝向上。这儿呢？哎呀哎呀，干啥呢？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我抽筋了，这脚趾头。我用左脚，我用左脚吧。对，左脚行，左脚行。这是最简单的啊！不是，呀呀，来说说每个人的感受。我感觉挺简单，没啥难度。我也想教他一个。你刚才那、啊、不都展示过了吗？还要再展示、啊？这都皮毛，这是属于小菜。我看看，你会啥？我看看。东旭哥有绝活啊！来。你们鼓鼓掌，我翻一个行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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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啊！我也要展示一下我的才艺。哎呀妈呀，你要干啥？我一套功夫，打套功夫。那整两下我看看吧。哎呀，这是咋的了？这是啊，这今天的这都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接下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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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刚才练了一下鸟王式，抻了一下，要不然我跟你说这一下啊，我说多亏练那个，要是瑜伽真好啊，摔了都不疼，我有肌肉，我感觉护体了都。哎呦，就是我觉得他挺欢乐的，要是作为一个朋友来说，我觉得特别好，啊、像大张伟一样，虽然总在笑，适合当对象吗？当朋友更好一点。啊，东旭好像也算是同行，是不是？啊，对，嗯。然后我觉得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嗯、不错不错啊，来来下一个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他本身会做饭，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话可能会越来越胖，但是他确实你要稍微运动一下我觉得能更好。你不是找对象的吗、哦、你也不是给他做体重建议呢啊，最后婉转一点啊啊，好，来这位，你确定是只有21吗？我长得那么老吗？他呀挺好的。好，这个姑娘真的是下来互动了之后抓住机会跟每一个小伙子都有了解了。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看第二个短片。
来，十四号动身。美女你好啊，你好。我看你那个短片里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怎么能做成那个样呢？你能给我简单讲一下你是哪个步骤出错了吗？嗯，我觉得步骤没有错误，可能是油不太对。你倒的汽油啊？你说做饭啥的我也会，你别看我一天就是嘻嘻哈哈的，这个说话慢悠悠的，做菜啥的我也会。会做啥呀？什么做个排骨炖豆角啊，炖个小鸡儿啊。啊。牛肉炖萝卜呀，做个打卤面呐、啊，就是家常的啥都会、哎，不太复杂的就行。行不行啊啊？就主要是看不出来东升会做这些。是我会做，但是呢，我不做，我不做。把所有会做菜全说出来了，大家已经陷入了思考，说我会做，但是我不做。对。啊我喜欢两个人就是一起的那种，可能一块儿出去以后，出去跳个伞或一块儿出去玩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因为他更喜欢的是两个人共同来分担，对，共同去尝试，对，现在是场上16盏灯都灭了，因为你上场的时候糊糊涂涂的灭错了灯，给错了缘分天使，但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你，你真正喜欢的男生是什么类型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简单在一块儿开心，然后他很尊重我，然后比较注重细节啊、嗯，不是一个情绪特别暴躁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啊，姑娘有时候糊涂一点反而是可爱，是的，在异性眼里来看、表现非常好哈。大家记住一个这样的一个姑娘哈，一天能吃5顿饭，但是身材保持得特别好。来，掌声送给姑娘，加油。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有多少人在红旗街头转身，加油，开始难拥抱